和爸爸比赛画蓝胖子，今天我要先来展示一下，你们看看我画的是不是蓝胖子吧。开场画的是啥？有没有看懂的宝宝？这个蓝胖子好像不开心了，他想让和他身上一样颜色的表情图来和他作伴。你愿意把这红色、蓝色和小鸡色的表情图分享给他吗？你们帮我看看我最后画的像不像吧，随便帮我起个名字吗？我感觉这个像看外面的小胖子，你觉得什么名字合适呢？对了对了，爸爸的创意在最后哟，好期待爸爸的蓝胖子。你会看一下爸爸画的，帮我和爸爸打个分吧，满分100分，你会给谁打满分呢？如果喜欢爸爸画的记得扣666，喜欢我画的扣888哟，谢谢你们啦。到爸爸画了，爸爸的看外形的确是个蓝胖子哟，此蓝胖子非彼蓝胖子，你觉得呢？爸爸的快画好了，记得打分哟，谢谢小评委们。